长得好背光哎、欸，白痴哦、喔，超麻烦的啦。开了吗？我开了。是这样。画过太平洋。那你的那个要起来吗？是其他的东西，你的，让我看得到吗？对，这个，哎、欸，好好，非常好。但是我看不到留言。等一下，我到底在干嘛？好烦哦、喔！嗨，企鹅安安。嗨，声音会太小或是太大吗？我这样讲话，大家听得到吗？对，我今天要做笔试题，然后我开，光是开了该死台，就是开了很久，视讯都打不开，然后好烦哦。然后现在室友他，我等一下要做，就是我要做笔试题，然后之后再做就是。是啊，你做的是叫什么啊？水果奶酪吧。然后他说就是用那个棉花糖，就是主体是棉花糖，感觉还蛮好吃的。这样 OK 吗？凯莉娜要人体炼成了吗？肌肉女。哪里有肌肉啊？我没有肌肉啊！哪里有肌肉？最近我没有练，你知道只要一天还是几天没有练，你的肌肉量就会下降，我忘记几趴了。我是说肌肉的力量。最近不知道几百天，我现在是跟太空人一样。好啦，我今天我事不宜迟，好吧，我已经等超久，我从下午三四点开始用那该死的。镜头，哦，想换电脑、哦。啊？来哦，各位，我今天看得到哦。然后我今天要做笔诗集，然后我坐下来好了。这样子好了。我看不到，我看不到那个，我看不到。为什么你要切一半啊？这样比较漂亮，是不是？好厉害哦！我在。然后，这样看不到哎、欸。反正总之呢，我们要先把干料放到那个碗里面。然后干料有就是奶，不是奶粉，面粉啦，有面粉，我忘记几克，200克的面粉。我第一次做，所以我其实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我希望会成功，因为我真的很想吃比斯。然后再来是，这个是泡打粉，泡 baking powder， 对，泡打粉，然后泡打粉是10克，全部都用手，感觉超脏的，拉萨加拉萨瓜。没关系啦，然后再来是，你觉得还好是不是？还是我要再调小声一点音乐，因为我想要室友的声音也进去。嗨，迪丽，
凯莉好可爱，谢谢你。我的肌肉完全被消化了，营养不了。那你就趁机就是去练一下，然后再来是二分之一茶匙的盐巴，然后再来是糖，所以我们干料就是这样子而已。我去拿个什么东西了，等我一下，你们看一下这个哦，看好它，怎么了？还是用那个吗？不然用那个啦、啊。怎么了？我觉得它只有两百。哦，只有200，那不多。200是多少啊？你说200克的什么？牛奶吗？嗯。200克的牛奶。那、啊、你要用什么装？你就直接倒啊，就装。就做好了。你说什么？你要按、啊、你之后要用什么装啊？等一下。哦，你要直接吃哦。嗯。你要直接。不是要冰吗？嗯、不用冰吗？要、嗯。那、啊、你要装在容器里面。分装在容器。那、啊、你要用什么容器装？哦，你要整杯就直接放进去冰箱。哦，懂了。那200就是那样子哦。哦，我不知道哎、欸。为什么我拿超大罐的哎、欸？啊，你要用那个哎、欸？哦，所以你是说那个是做一个的？对啊，你要不要用这个？我是说你不是有罐子？没关系，你那个你要之后自己做吧。我想跟你一起做啊，可是我现在还在做这个该死的冰淇淋。不然你先做你的吗？哦好，然后你之后再教我，我把它烤一烤，没有没有就可以那个。慢慢来，你慢慢来。没事没事，我忘记要干嘛了。然后各位，然后我们需要一颗蛋，还有，听说加优格比较好吃，然后再来是奶油，是的没有错了。要用什么饭比较好？我不知道哎、欸，他用什么饭呢、啊？想吃？嗨，扁扁，嗨，扁扁，像盲人一样。眼泪是珍珠奶茶，七分糖，少冰，多珍珠。低脂奶，低脂奶，可是有些店没有低脂。好难过，相信自己，奶粉行，我可以。今天上脸，昨天上脸，今天下脸，已经全脸，不会好不好？会不会拌一拌出来不是比自己？才不会呢，不要乱说。有可能就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室友他现在做就是超级看起来很好吃的东西啊，给你们看，我可以偷偷拿一个草莓。我们买了草莓哦，没有，只是想要，哇，超级有 view， 对，然后它是要怎样？看一下哦，我看不到，等一下，我先把这个关起来。他说要把干料放入盆中搅拌，然后加入切小块的冰奶油，搓碎耶。是我要手吗？我要用我的手吗？我的玉手。好，可以。好，先把它稍微拌一下，把刚刚的干料拌一下。这些粮食好可爱，很可爱，对不对？我其实，哦 ，what the fuck！ 我本来是想要不小心发出
我本人男人的声音了。我本来是想要买那个铁的量尺，可是铁的量尺比较贵，所以我就想说算了。他说要把奶油切碎哦。企鹅说室友安安，你们听得到室友的声音吗？你再大声一点吧，你再说。好可爱，白痴，就跟那个我们上次不是在 F 聊天才遇到小屁孩跟我们说什么阿里嘎多，阿里嘎多，然后我们说阿里嘎多，我们是回用他用中文回他还是？嗯，我们是用中文回吗？还是我们那时候没有回他？不会回他，没有回他，我们这样走过去，然后他的同伴就在笑他。白痴，ありがとう。我看不到，没有啦，我在看，我的嘴巴，我在看食谱，看不到，算了，那我就用手咯。可是手机我在看那个啊。我在用手播哦，我有洗手。可是手机我现在在看那个你们的聊天室。不过你有涂指甲油，尽量不要。没关系啦，我印度味，没事啦。嗨 ，Whisky， 你叫 Whisky。你最好爱喝 Whisky 在那边，只要是酒都可以。一咪咪，这后面就很大声。阿里嘎多，瓦卡摩托。企鹅说超大声，然后爱心。超大声哦！我去把它切一下。好了，没有被吓到。他说希望你没有被吓到。这样用好很浮夸，用开。超浮夸的哎！超浮夸的。超浮夸。好，来。哎呀。切那个啊，一半啊，就切一半就好了。就是切一半，再切一半。对，还等一下哦。好像没，等一下哦。草莓，好像从来没吃过草莓。草莓要怎么切比较美啊？啊，切丁吧。丁吗？那你切丁啊！你要直播吗？没有，我没有直播。你可以直一下啊！超级没有技术的一种。不会啦，我这边也很没有技术啊！不知道在干嘛。大家在看我在那边玩食物。切威士。是居血兰的兄弟，记得说有被吓死了。OK， 爽就好。然后我现在要把奶油，真的有够恶心的。你们这样看的话 ，Sorry， 不好意思。因为我真的很累，我在那边，你们可以问室友，我在那边瞧那个视讯镜头瞧得快。两个小时了，快一个小时了。然后我那时候以为我可以做，所以我很早就备好料了。你们大家有吃过比斯吉吗？室友没有吃过。大家有吃过司康吗？虽然不太一样，可是我觉得他们长得很像。徒手做菜，卡莉娜手指口味，好恶心，哈哈。我那边玩食物，
超级不专业。没关系的。下去下去。哎，我没有东西。然后他说什么？等下我去放一下。希望邻居的情况比较多的人，超级，为什么不用汤匙挖啊？不好发现，因为汤匙挖的话，应该是没有办法去劈的，是吗？没有，知道哎。有点奶油哎，没关系。你是说你的皮要一片一片的、哦？不是皮啦、啊，那个。为什么你不先切，然后再把它那个皮撕掉？哎、欸，对耶。哦，我不知道。没有奶油，糟糕。没有啦，我只想说看你很，看你很努力。没有啦。哎呦，好啦。开始帮他马杀鸡哦，什么？没关系，以前十颗细做面包做西点用做到都习惯了。你说你做这个吗？在猎人里面看过，白痴不是那个比斯吉啦，不是那个比斯吉啦，有一种卡利味。安安，北朝快乐哦。其实是培乐多，那超好玩的哎。你们再等我一下哦。他说要怎样？冰奶油与粉料一同搓碎，然后之后再加入蛋跟原味优格。蛋是整颗吗？对耶。还要放进冰箱松弛，太夸张了，麻烦要30分钟靠北，整个已经怒爆。好啦，那我要搓了哦，恶心的左转哦，那我也觉得很恐怖。哦，好酷的感觉，好像在玩食物哦。他说有一种粉粒的感觉，把奶油搓碎。室友范纯爱心，室友冷笑了一下，没有。怎样算是搓碎啊？哦，像饼干样子吗？所谓阿嬷的味道，就是阿嬷手汗的味道。我想记忆中的味道也是如此。OK， 下来下来。饼干、面包跟一些基础的糕点，好厉害哦！像是泡芙，好厉害哦！原来阿嬷的味道不是一种味道的描述，是真的阿嬷的味道。是有饼干的感觉了吗？哦，这边还有一粒。真的好像在玩食物哦。危险的甜点之一，你说泡芙吗？
我其实不常吃泡芙欸，可是只有一家的泡芙我很喜欢吃，就是那个你知道那个老爷爷那家叫什么名字啊？不是老爷，就是也是从日本来的，然后北车有，好像在我忘记了，微风那里啊？不是不是，它是另外一个，也是，他是爷爷，然后开在就是我忘记二楼吧，不在一楼，不在大厅。然后他就是，我真的忘记他的名字了。然后他是泡芙，对啊。欧文，好啦，差不多了吧，这样子。你又好脏哦，不想用到我的笔电。阿嬷鱿鱼丝你们没吃过？什么是阿嬷鱿鱼丝？凯莉手手的汗腺现在先停工一下哦。其实我不太会流手汗，可能也是因为没有人跟我牵手啊，所以我其实也不知道。接下来加入蛋蛋。蛋的俄文叫做一错，这边还有牛奶油，下去下去。这是什么？我看起来好好吃哦，这样就可以了吗？嗯。还有呢？我想要的啊，可以。按在偷吃我的草莓吗？没有在偷吃我的奇果。好。蛋超硬，奶油下去，好像该睡了。晚安，妮娜。撕厕叔叔，厕撕啦。不是不是臭司叔叔，臭司叔叔是起司蛋糕，不是臭司哦，超喜欢吃的。我洗手一下，大家等一下。哇，你要帮忙吗？不然你要汤匙啊。然后接下来再把它拌，他说30秒就可以拌好了，我把它全部加下去好了。等一下，几聊天室有人看得到我打字吗？我看得到啊。13怎么了？你被边缘了吗？我超级不用刮刀了，怎么了？泡泡，泡泡啊！我没有被你隐藏啦，不是不是，我不是没有被你，我没有，你没有被我隐藏啦，我看得到你啊！我刚没有念你的留言吗？怎么会这样子？超级喜欢吃优格的，牵我啊，好啊，牵你啊。
然后他说要把它就是等一下要捏成面团的样子。捏成面团的样子，练习一下左手牵右手，这蛋看起来不小，真的吗？还好啦，55公克，差不多啦。这样应该，这样桌上好乱哦，脏。对不起，对不起，跟马克信一样。好香哦。大家请容许我看一下到底接下来要干嘛。设施鼠族的那个起司蛋糕很好吃哦。他说以切拌方式拌至无粉末状态，30秒可以拌好。没有粉末，现在是没粉末的状态吗？应该差不多吧。人家30秒可以拌好，我怎么拌这么久啊？智商问题吗？你怎么不会切饭呢？好烦哦！面包包入保鲜膜，然后放在冰箱冷藏，松弛3分钟。30分钟啦，不是3分钟。卡利的味道我可以，你说手指吗？指甲油的味道。借我一下下，对不起。怕。保鲜膜，我们家是没有保鲜膜做保鲜。哇，那这样子就怕在了。可以不要松弛吗？没松弛会怎样？还是松一下好了。可是我们家没有保鲜膜，不可以啊。还有点湿湿的哎、欸，一定要放在保鲜膜里面才能松弛吗？不然我把它放在碗里面好了。超级乱做。手也是，手都是。我不适合，我不会。完全在玩面团耶，我。卡莉，我可以，你可以是不是？好，谢谢，谢谢你，谢谢你。怎么办啊？这可以吃吗？会直接生吃吗？怕它干掉，你有干净的布也可以弄湿，拧在上面。干净的布哦，我去拿我衣服好了，看一下我，我没有干净的布吗？看一下，我不管再拌了啦，我不管再拌了，先不要拌好了。
好啦，差不多了啦，三十了，超级没有耐心，那怎么把它刮下来嘞？好吧，那我拿个布把它放在上面。这台完全不知道在干嘛。我去拿汤匙好，我拿什么？没有背景音乐。比斯吉在台湾好像很少看到哎，至少我是这样子，因为我也只有在肯德基有看到。反而台湾比较多司康，我肚子好饿哦，它在叫。真是的，随便啦。盖布喽，应该不会碰到吧？这样子吗？这样子可以吗？我把它送进冰箱喽，三十分钟，现在三十分钟差不多。哦，好恐怖哦，它在叫，不要叫，拜托。好吧，非常好。那我们现在就，那我现在要跟我们亲爱的室友一起过。这样的话，他们看得到吗？不知道，把它牵过来吗？这样子，这样子。没关系，那不然，怎么办？在这里吗？电脑？哦，这里吗？可是你们会不会等会挡到我们？还没有手可以把它。没关系，那我来，没事，没关系，小主我来就好了。好爱对哦，好，那我们请室友。什么？
我们讲一下要怎么做。就是怎么了？就是你怎么了？没有，因为我还在剥奇异果。那你剥啊，没关系。那不然你用嘴巴跟我，你用嘴巴讲就好了。就是你就是拿200克的牛奶，200克的牛奶，然后配60克的，可以啊，配60克的棉花糖。可是因为我懒得称，然后我又用牛奶过煮，所以我就倒200克，然后分2次。哦，等下这一次200克的牛奶倒60克的棉花糖。棉花糖，然后可是因为我是用这个煮，然后我也懒得去量，所以我就是倒200克，可是一次先倒100克进去，对，然后我就加5克棉花糖，然后把它煮到融掉。5克哦。对，你要加多一点是可以，就比较甜。好，200克，这是牛奶吗？对，它叫牛奶。它是，好，200克，200ml。哦，你不要叫，我求你。哈，记得说是有爱心。然后，那你要用什么？用什么？我就，然后你分2次，因为这个200的话倒不进去，对不对？不然用那个另外那个锅子就好了。等一下哦，它叫什么？200克哦。哎，你可以加400，还是300？我看一下哦。差不多，那我就这样就好了。好啊。拉奶，拉茶，然后倒棉花糖。棉花糖。哦，好。小火煮。小火吗？好，小火煮牛奶200克。对。那200ml 拿过了。200ml。比斯吉，我 Google 后还是不知道那是啥。真的假的？这是一个面包啊，你有看到吗？它就是一种有点像面包的，对，它就是面包啦，小面包的感觉。店长有出过国的早餐店，或是比较专门的西点店才会做吧？不知道，我就都没有吃到台湾除了。我没有在台湾吃过除了肯德基以外的比斯吉。两个美女，比斯吉是以前肯德基有卖过的那个吗？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一个。你有吃过吗，迪丽？然后我们现在在做就是室友今天看到的那个奶酪。然后我的比斯吉现在在冰箱，让它冷静一下。而且没有音乐了，小心！没有音乐了，各位。为什么没有音乐了呢？为什么没有音乐了呢？好多牛奶啊，喜欢，我也喜欢牛奶，所以我说为什么没有音乐啊？小精灵的短裤，我在家都穿这个，我不会把它穿出去，这是家居裤。
百克的哦，所以你那个棉花糖你就是随便放吗？两百克吗？对啊，你说你放五颗还是差不多？啊、我就放五颗，是的，看心情的感觉。好。比斯吉，你太浮躁了，我们要冷静一下。好，对不起。没有钱喝牛奶，我都想去打工了。好可怜哦。我不能，我没办法没喝牛奶或者是豆浆哎。我在那边狂喝牛奶，至少一个礼拜会买一次，有时候买一到两瓶，喝太多、喝太快的时候，完全还没断奶，哇！啊！干什么？白痴！奇异鸟，它是奇异鸟。那我错一下了。它应该不是奇异果，抓到了，谢谢。然后呢？苹果要把它切片，切成你喜欢的形状就好了啦。你是拿了几百个奇异果啊？我刚刚用掉了一个，因为我吃掉了差不多半个。啊，所以我现在要去拿，你要拿棉花糖，然后把它丢进去，好，然后等它煮到融化。啊，奇异果我们不是买两个吗？对对。他刚刚做了之后用掉半个。然后我刚刚在切的时候不小心把它捏烂，然后半个我就把它吃掉了，不然这样不好看。哦、没有错啦。棉花糖。这个他说。好。那等它滚再丢吗？还是等下可以丢了？现在可以丢，然后可以慢慢搅拌它到融化。那我要放，我想要吃甜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它会不会不够甜啊？我怕，应该是不会的。好，那我们现在等。啊，我要切水果吗？你可以切你的水果。我的切，看你想要切哪，你想要吃哪一个？草莓还是奇异果？不是，可以一起加吗？可以啊。好啊。我给你。哇、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哦，谢谢谢谢谢谢，应该去洗手。哇，奇异果味。怎么？感觉卡莉的腿蛮长的。还好吧。还好啊。真的吗？谢谢。我看到这个短裤，以为是苏格兰裙。这短裤很可爱，我一直觉得很可爱。什么？是啊。移位吗？低了，低了，低了，哦哦哦，帮你擦，跟牛毛裤，没关系，我 OK， 我可以。什么？有缺水啊？我每天喝超多的哎，我没有缺水啊。哦，台湾有缺水哦，缺水到连水都没得喝了，真的假的？不会飞的鸟类同胞坠楼了，因为企鹅也不会飞，然后奇异鸟也不会。谢谢你室友还帮我那个，我可以切多少啊？企鹅说，我好像这样第一次没错过室友，因为之前你来的时候他都错过了。真的哇，恭喜你！那我们把等他做好一个奶酪给他吃吧。好，他说他要分你吃他的奶酪。为什么室友有鸟屎学姐的腔调？是你的错觉吗？奶，你说什么的腔调啊？什么的腔调？什么的腔调？哪一种？你说他讲话风格吗？南部没有什么鱼，他好可怜哦。奇异果要怎么切比较美啊？我切片。那我就切。等一下要把它丢进去。怎么放比较好啊？怎么办？看你
要一层一层一层的铺还是？哦。草莓可以拿几个啊？都可以啊。那我先拿一个好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铺哎，怎么办？可是这样子绿绿绿绿绿绿粉绿绿红色红色的很漂亮，一直惊呼死而无憾了，气得说他死而无憾了。Q 呢？死而无憾。嗯，好久没有吃草莓了，想哭哦。草莓要怎么切的啊？不要想不开，把刀放下来。嗨雨公，嗨梁雨，草莓要怎么切啊？草莓要怎么切啊？变成莲雾了，耶！现在去自杀也可以马上升天，讲话风格很像偶尔语出惊人的那种，真的吗？草莓不是莓果哦，要去讲那个奇怪的知识。我们要怎么切比较漂亮呢？切丁吗？啊？那你这样子好吗？做啦，白痴。那我这样子进去，粘好。然后我手拿不出来了。白痴！啊！要倒啦，白痴！卡好！这其实是我拿 IKEA 的。IKEA 的那个好难摆哦， IKEA 的那个果酱罐，对，果酱罐，没事，不能这两遍啊，哇，这是蜜蜂蜂蜜，对。就可以把它吃掉，我可以当糖粉。Hello， 不知道了吧？什么草莓不是贝果？莓果啦！你才不是贝果。草莓是放在奶酪上吗？对啊，我之后放一个放在奶酪上好了。切丁，一个切丁好，这个好了，就决定是你啦。哦哦，求你站好，谁动了他，我就打谁巴掌，包括我自己。嘿嘿，好，你要用那个吗？我要用上次的那个。好，草莓要怎么切啊？买什么的材料？水果。好啊。啊，好丑、哦！草莓要怎么切成一块一块好看的样子啊？哦，算了算了。这把它放进去好了。我好紧张，我很怕碰到我的，不要！啊！各位看一下。我看到，来、啊、你们看不到算了，之后拍照啦。你看我的那个放进去里面的，我怎么这么聪明啊？受不了。哎、欸，
谢谢你帮我搅拌，我完全忘记它、欸。然后你会说看得出来。我知道你忘了。我完全忘记它了，这是什么啊？是啊，因为我刚刚那个牛奶它跑出来了。哦。奇异果，奇异果，什么？萌萌小精灵，我不是萌萌啦。噔噔噔噔噔噔噔。恋爱组合，那契儿你恋爱了吗？立起来切，很好切。你说草莓吗？漂亮，皮只有可爱但不聪明。来人啊，编了他。你竟然说我只有可爱，我不要倒，拜托！里面不应该不小心倒牛奶的，我觉得它好像有点丑丑的。那好恐怖啊！妈，你说你。晚餐哦，你觉得我要吃什么？看你好了。这煎起司，吃饭，再煎个鸡。哦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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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起来，起来。超麻烦，有我整个 fall in love。 好，他说他看到那个草莓跟奇异果组，可是奇异果会酸啊，你不怕哦？有人，其实他怕酸，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哦，这奇异果就是甜。哦，对。虽然有点丑，但是没有关系。哦，你知道？嗯，谁？我知道什么？是我们高中社的，对，是，高中社团。高中我是管乐。对，我知道。然后我们画我们的。就是的有效的同样的管乐社，有一个学长，跟一个跟我同届的，然后跟一个学妹，他们都叫奇异果。啊？为什么他叫奇异果？不知道，他的绰号就叫做奇异果。好酷啊！他们在一起了吗？他们在一起了。哇！可是后分手。哦，好吧。哇，奇异果，奇异果之恋。对，奇异果。太好笑了吧？我觉得很酷。所以我只过了，我只过了不到十分钟。发笑吗？对。我只过了不到十分钟，怎么可能？也过太久了吧？刚是6:30还是6:30？但是我过了一个小时，也不可能啊。哎，可是我刚刚吃饭呢，32分。在超短那五分，我刚刚看是32分，但是我忘记是6:30还是，应该是5:30吧？真假的？所以有过那么快吗？对啊，有过那么快吗？你可以问一下他们。哎、欸，你们可以问一下我从刚刚，我从刚刚到现在，把我的 B
练团拿进去松弛的时候已经过了几分，好不好？只有五分钟而已吗？怎么可能？但是也不可能一小时啊。然后接下来就是把它倒进去吗？对，你就把它倒进去。哦，你已经要准备煮饭了。啊，好恐怖！会不会毁了它、啊？我不容许任何汤匙。好，我不容许任何事情。然后一倒就毁了。谢谢你。啊，外面流。而且还喷出来，我放弃，啊，服气，他服气来，你的观众看到会笑死，应该要把它压下去好了。我放弃了，打一打。不要！我放弃，放弃了。要生气啊！啊！怒洗，怒洗锅子。有人说。杯底的草莓需要空气，它就浮起来了。大爆气！谢谢你，谢谢你。你要么不给我，我开一场。啊，现在还有，你看现在是我来。好。嗨，点，哈哈哈，你好，哈哈哈，我是你爸爸。会小屁孩吗？林娜刚刚写什么？我没有看到。她说我是怎么组成的啊？我也喜欢，我其实会怕酸的奇异果，约15左右，你才开50分钟，你好像30分钟才放进去，所以已经15分了。啊，为什么我们这边都？他们说啊，他是化妆，我洗干净了。哦，没有，它的牛奶啊，对啊，草莓浮起来了啦，好烦哦。小美美的摆盘，你有问过草莓的意见吗？谢谢说这草莓比我还会游泳，好烦哦，我讨厌。不要了，它浮起来就算了。这样子每一口奶酪也可以挖得到。这是到底洗干净了没有？洗这洗得好苦哦。应该洗干净了吧？嗯，好。其他草莓可以继续做哎、欸，对啊，幸福。我就想还有奇异果的，对啊，奇异果先切来吃好了。哎、是不是这样就可以把它放进去了？对，我要盖起来呢。不会盖，因为它用的是没有盖子的容器。哦，饭就不要盖了。好啊。至少4到5个小时。啊，这么久！你明天早上起来吃啦。你怎么都做那种很久的甜点？哇，
我每次都以为可以怎样就吃的。没有。好难过、哦。比较难过。好，接下来。嗯。还有时间。你可以吃那个，我们一人一半。啊。你把它吃一半。好啊。哦。打不开，而且加油还掉了。啊，开了。反正我们冰完冰箱之后，室友刚刚说要等4到5个小时，好难过、哦。饭的肉肉，饭的草莓。那我也不要摆摊了，好好吃哦。好吃哦。嗯，他不起来算了。你咋个？接下来时间要干嘛？聊一下天，等一下继续揉我可爱的鼻子。哎、啊，你要煮那个吗？我要做马铃薯炖肉了。好，接下来是室友的马铃薯炖肉时间。今天你的厨房好多元哦。对啊。那我要来做马铃薯炖肉。对，我是室友。因为我啊，我只有一个人吃而已。啊？两个人吃？没有。OK。我拿了一个，这叫什么马铃薯一颗，这应该是 tomato 五分之一吧，五分之一的，它叫什么？我不知道，我想知道。你不要玩它啊！它不行。然后还有洋葱，我大概这样子好了，四分之一的洋葱。还有肉啊，因为我很想要吃肉，我很喜欢吃猪，我拿的是猪，我买的是猪肉，然后要有油花的，它会比较好吃。好吗？再一点点好了，不要好了，好大块哦，妈妈，大块，算了，那就这样就好了。好，哦，然后要把它切，要把它切，我的。洋葱我会切丝，是切丝吗？不对，切细一条的，一条的那个叫什么？切丝啊？哦，对，切成丝。嗯，怎么那么难？我的妈呀！把它切成丝。把它丢到哪边？你说我今天吃什么？先慢慢肉丸来吃，然后还有泡菜。嗯，再来。肉丸。怎么了？没有。当当，然后这是什么？这叫洋葱啊！中文怎么那么难？洋葱要切丝，然后胡萝卜跟那个。这个叫什么来着的？还是马铃薯？土豆。哦，土豆。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片？米奇。对，米奇喵喵喵屋。要切大块，这样它才不会烂掉。哎，我的胡萝卜不够，我等一下再加一点。不用了啦。要啦。我喜欢吃胡萝卜。我喜欢吃肉。不知道。帮你看，还有谁说话？好。扁扁说，所以我们就开台3-4个小时，等他完成吧。你好啊好啊，累，草莓浮起来崩溃，要等4到5个小时崩溃，专业崩溃，我那是崩溃台、欸，没有错，我的电脑会崩溃，我也会崩溃。李思琪为了你，我愿意等，我也要奶酪，好啊，
给你室友有说要给你吃奶酪啊，他做了两个，一个给你。哦，有，有，就你们也可以买那种市场的猪五花，不是市场。哦，我们邻居回来了，真的是算了。草莓，我先冰了。好，你可以买市场超市的那种猪五花，可是我就因为二国这边没有猪五花。好啊，所以我就买那种一块的猪肉，你也可以切大块，也不用切大块，就切成一块一块的。哦，这样切出来真的感觉不够哎。好，决定了。那我要吃。好，我看一下的。可以啊。我可以喝，我可以。还有一起吃、喝汤就好。好烦哦，他这样回来了。对啊，这样回来了。你需要帮你先开火或干嘛吗？你要炒吗？不用哎、好。有企鹅说贤惠到爆炸，爱心。然后 S 三说是有爱心，爱心。谢谢。然后因为企鹅不吃猪肉，但是他说是猪肉，但是室友还是爱心，爱心。你可以用牛肉。室友，你们听得到啦。胡萝卜要生吃，不要啦。胡萝卜生吃好啦。嗨，鲤鱼安安。不知道啊，他没有跟我讲、他没有跟我讲为什么他不吃猪，可能我们不熟吧，他不会跟我讲。你在那边。好了，我发现刚刚的奶酪叫做比斯吉，原来他就真的不是叫奶酪而已。他说他以为刚刚奶酪叫比斯吉。太可爱了吧。好了，请问台主可以为奶酪市民吗？开台到现在才发现。好多肉肉，胡萝卜不够啊，在家。怕？别怕。短裤的小精灵也好可爱，觉得人生无憾。要我这样讲没有啦。哎呦，你这样讲会害羞。所以我可以拿出来的吗？不行，还不行，先不要好了。谁啊？你说你的？我的，对啊。室友在这边，把他挡住。啊！我被看到。没有。好好。OK。噔噔噔。不跟你说就不熟，我们一起度过那无数的夜晚呢。就是，好好好好好好，我们很熟，我们很熟。室友粉暴动，雨光说室友粉暴动。那卡莉可能要暴动一下吗？不要好，不要乱闹。可能要出来了，真恐怖。谢谢。那怎么说要扫地？好了，你说这碗料是他要干嘛？哦，都要煮了。啊？但他们看不到我煮哪个水果肉。QAQ， 不过没关系。
怎么啊？好多爱心哦！是，那他说是有爱心，爱心，爱心，爱心。同学，我知道。他刚刚不是不在吗？他刚刚不在。可以看到吗？我跑出来了。OK。怎么啊？查理的肚子，对不起吧。Q 啊。Q R 痛，这手手是怎么回事？企鹅说好，我暴动。卡琳娜，爱心，谢谢谢谢。室友我可以，你室友本来就可以啊，白痴哦。所以我现在要干嘛？你现在要等，那你要不要边准备晚餐？好啊。好，那你要。饭，好啊，好，好啊，好。今天好饿、哦，要吃多一点，这样才会变成肥宅。好香哦！好啊。我们今天才出去买酱油而已。我们两个人一年还不到一年，已经喝了两罐还是三罐？两罐，是第三罐。我们喝了两罐酱油。喝酱油长大的，没有错啊。好吧，好香哦。小屁孩，你对我肚子有意见吗？我们快要可以拿哦，干杯！好，室友我超可以，谢儿说的。好，然后他那个啥扁扁就说：“你有问过室友可不可以吗？”他那说不可以就算了，然后就哭，哭屁哦！哟，好衣服啦，吓我一大跳。卡莉的肚子好健康啊！哎哟，那我不要一直讲我肚子啦、啊，欠扁。你那说小精灵我可以，应该没有人跟你抢吧？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人要我啦。那我把这个搬去那边好了。不然就别了。没有没有，就这样就这样。好，谢谢你，亲爱的室友。其实哎，我不知道现在天哪，你要好冷。哇，现在应该可以了吧？
室友不可以，我也没关系。谢谢，你们人最好了。好像没有什么差别，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先吃肉啊。也没有人要我。没有啊，室友啊。这抹布好冰，好舒服哦。这抹布啊，这毛巾。先晾在这里好了，然后它是干净的。接下来呢？接下来要拿出这个东西，王龟致命。等一下哦，我看一下这句话怎么说。好，取出面团，擀开后折成三折，再擀开折三折，再擀开折三折，然后之后，啊，所以我需要擀面棍。预热200度烤箱。让你预吗？好啊，你帮我预。200度是几分钟啊？嗯，我不知道啊，它就。200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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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上位。等我一下，我去拿烘焙纸。什么啊？晚安，先睡了。前几天听到你的歌声都睡不好，你这很靠北、欸。我哪有唱歌？你是说火车快飞吗？那我要让你再更睡不好。火车快飞，火车快飞，飞过高山，越过高山，不对，穿过。火车快飞，火车快飞。穿过高山，越过小溪，肚子饿了几百里，快到家里，快到家里，妈妈见了真欢喜，让你做噩梦。可是我没有擀面棍，所以我只好拿这个。走吧。就这个啊，可是这很难滚，我觉得它好像是捣药的。
月兔捣药。什么？你老师，你音乐老师是谁？我遇到一定打死他。干嘛这样子？很坏。好啦，娜娜拜拜。你是说因为我出现了，所以你就要先走吗？好啦，拜拜，大家拜拜，算了。真的有优格的味道哎、欸。他说改成折三折，我听不懂他的意思。哇，饼干！它好大一个，要怎么游啊？超级不会揉面团的人，什么？室友，我在家等你，早点回来。企鹅，娜娜说的。然后企鹅说：“干，娜娜也劈腿。”他们两个不是说一起吗？对啊，所以他才说他劈腿，因为他在等你。可是企鹅在等娜娜。你们的爱恨纠葛，对你们的爱恨情仇跟世间情，对世间情一样。说好等等名叫。比斯吉的奶哦，他干嘛出来？奶酪呢？他不是叫比斯吉的、啊。他有点难那个哎、欸。完蛋了，被那种。蛋糕那种糕点师看到，原来这女的在干嘛？我会讲俄文，请不要这样子，超烂，喘不起来，这一台在干嘛？这一台到底在干嘛？我可以撒一点面粉吗？可以先煮饭，然后等一下再帮你煮。当然可以啊。好，谢谢你的大恩大德。没关系。没关系。啊，好难赶哦，我生气。撒面粉有用吗？手指蛮长的，谢谢你，但谢谢你的。哎，我撒错了，我应该是撒台上。那、啊、算了啦。烦哦，我只想要吃比自己而已。需要帮忙吗？没关系，你煮饭就好了。好 ，OK。怎么了？没事。这是人脑袋的问题，好烦哦！我只是，我要崩溃了，我要崩溃了。娜娜说舍不得走，舍不得离开室友，你去读书啦。他们还没有考完啊、哦。不知道等他考研究所。
我觉得我放弃了，我决定没有音乐了，我有了，没关系，让它热吧。两公分哦，两公分左。那你去看好不好？看屁哦！超黏的，是因为面粉化了不够。它好像本来就这样，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办。可是我不敢再揉，因为揉的话。有人说再揉的话会出筋，但我不知道出筋有没有那么好吃。这样有两公分吗？就没有，要再更薄一点。嗯。哈。不知道会不会。我希望一定要很好吃，不然我会疯。我真的很想吃比斯吉，而且我花很多时间。秋金星就变成面包啦。对啊，我就不想要啊。这样有两公分吗？有啊。好，那让它送进去的哦。我想要吃圆形的。好像只能做四个哎、欸，可是人家可以做六个。我的人生没有薪水，只有痛苦。什么薪水？气人怎么突然这样讲？比自己就是介于面包跟饼干之间，对，就吃起来我觉得就有点像饼干，可是口感有点像面包。公分。休息。你刚刚不是说八点档？什么八点档？你说世间情吗？白痴。希望可以很好吃。不过等一下我就先关台了，因为我要做晚餐了。我怕会，其实是可以开着啦，可是看你们感觉好像差不多要睡了。很恐怖哦，没关系，气哦。什么？妮娜要睡觉了，晚安，12点差不多了。妮娜，我做完那个比斯吉会 po 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你可以去看。拍着也没关系啊，晚餐记录。超级。现在应该只能吃两块吧。
好香哦，其实有点闻到有点像比斯吉的味道。我的天啊，抹指甲油来滴，又没有关系，又没有关系，你管人家，人家是女生哎、欸，讲那种超级没有屁用的话。嗨，水草，好油，就不小心涂指甲油了，我前几天就涂了，好不好？人家是要自己吃的，还有要喂室友。过十二点了，我要把玻璃鞋留在这里。好。好，然后变成什么？那你要变成什么？灰姑，你应该也不是灰姑娘啊。不可以让她美酒喝，她会呛掉。哈哈，我美酒喝不会呛啦，我可以去喝别的。拜托。妮娜交给我，放心。不知道像台湾的肯德基还有没有那个，还有没有那个比斯吉？我觉得我打算随便乱做，我前几年都还蛮漂亮的，它好小，都是烤焦吧。上次他没钱喝酒，结果两个礼拜银杏用罐的，打点滴都没有。你说就是会失智吗？太晚更了，也要去睡了。好，水草丸，没事没事。晚安，琳娜，晚安。雨光说刚刚去肯德基想买比斯吉当宵夜，结果没了。啊，真假的？所以他现在没有卖了是不是？啊，好可惜哦，我觉得很好吃哎。你说没，今天没卖，还是他就是没有，他没有提供比斯吉？我觉得肯德基的蛋挞真的很好吃哎。嗯，但我好像没有吃过。真假的？我觉得你有空可以去吃，因为我觉得很好吃。我小时候不喜欢哎、欸，我长大都才喜欢。我两个真的是相反哎、欸，真的。反差萌很多。然后接下来我先把这撤掉。不是啊，是卖完了哦，所以他现在还有肯，不是肯德基，他现在还有那个比斯吉就对了。所以雨光，你有吃过比斯吉哦？比斯吉很好吃，对不对？等一下，那边好多粉，你就刚刚那个确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谢谢你，真的好。
要刷鲜奶，我觉得还蛮酷的，因为不是刷蛋，是不是？什么东西？茭白笋我可以。什么东西茭白笋啊？你说室友的腿吗？我有发现很好吃的蛋挞哦，超多口味，又跟肯德基也差不多钱，真假的？吃，呵呵，这腿可以。半夜放宵夜食物，真正宵夜的不是这个，等室友的那个。对啊，好，而且它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怪怪的。好啦，所以我先把视讯关掉好吗？怕我这样很害怕，我这样很尴尬，我会怕。拜拜，室友说拜拜，拜拜。在哪里啊？因为我想要隔开，所以这个腿可以。一片鱼，这条脚很细哦。我觉得要最后才能煎这个，不然我觉得一个不好吃。那我先煎这个好了。你觉得我吃两颗肉丸，然后配泡菜，再吃鸡，我还是要吃什么吗？啊！谢谢人真好。小心哦，还有红萝卜，所以你要自己挑。好，我很会，我很会用筷子。我问你，这还要用吗？不用了啊，谢谢你。常富咯，我们是常富族哎。啊。真的。我们常富族。大二，练就一身常富功能。啊，对啊。我们练就常富功能。因为我们之前，讲话会太大声吗？因为我们之前大二的时候，有参加宿营，
然后我们有办宿营活动，然后因为我们的我跟室友的组别是活动组，是活动组吗？然后活动组就是要办活动，就是你要去场部或者是场副，然后就有点像不算是机动组啊，只是就是你要就是比较活动组就是负责的活动会比较多，虽然不是全部，但是会比较多，会比其他组还多，因为就是要办活动。然后可是因为宿营那三天宿营那三天我们就是因为通常办活动就是事前的准备会比较多，应该是对，就是活动前的准备要比较多，因为你要策划啊，你要企划，然后你要排就是排练。对，像其他组就还好，像可能那叫什么队服组可能就还好，他们可能只是就是要练习，比较忙的话就是练习那个宿营的舞，萤火晚会之类的，比较忙可能就是宿营当天才会比较忙，可是活动组就是宿营前很忙，宿营的时候也很忙，宿营后也很忙，因为就是要你需要场副，你需要把东西收起来，而且因为小队员不会哦，对不起，小队员不会直接遇到，对，就是不会直接遇到活动组的人，他们只会看到队服组，所以就是即使我们办了很多，即使我们负责很多活动，但是小队员也不会记得，应该说他不会知道这个活动是谁办的，对。不过我觉得看到大家都玩那么开心，就也值得了。大家都会就是记一下，因为我那时候跟室友，我们两个人负责的是 RPG 的活动，就是 RPG， 然后因为其实我没有参加过宿营，所以我也很怕，就是我们自己办的宿营，就是我们自己办的 RPG 活动是不是跟别人玩的 RPG 不一样？对，不过虽然真的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们的负责人有说，就是他觉得这个点子很酷，所以就是有称赞几句这样子，然后就蛮可爱的是。就是因为我跟室友两个人，因为 RPG 是我们两个办的，是我们两个就是企划的，所以我们是 RPG 那个活动的场控，然后因为是场控，所以你必须要就是一直不停的走来走去，然后那时候宿营完的时候，大家就是小队员都还记得我们两个，因为就是我们有点像童话故事，然后室友是扮小红帽，然后我是小黑帽，然后宿营结束的时候他们都人超好，就是说我记得你们是那个小红帽跟小黑帽学姐，超可爱，我觉得好棒哦。对，就是这样子。什么我的腿啊，什么东西我的腿，画面消失，对啊，我把它关掉了，因为我现在在煮东西，我会走来走去，我怕你们看到我的脸，怕你们看到我的肚子。为了室友今天不去买宵夜，但怎么没画面了？不然我把视讯镜头打开，然后照着室友嘛，室友的腿这样好不好 ？OK， 就照这样子，这样子的下面。好，看一下。这是我的泡饭，谢谢。这样子，好。好，给你们看你们想看的室友。哈哈，室友的腿。在烤我的那个，我把这个拿进去，这个拿进去。
干其实比干掉还好吃。Sorry, Smitty. What did you say? Sorry, Smitty. And? Mozzarella. Stadium. 你能说什么？我来看一下。是有赖加加加加屁哦。Yes. 求翻译。Yes, yes. 是有在跟他朋友讲电话。娜娜赖加加加。契约我是男生。Okay. 切好的什么？切好的榴莲。哪里有切好的榴莲？好哦，你说马扎瑞拉，白痴哦！切好的马扎瑞拉。See you. 一二三四四五，拜拜。哦哦，等一下，我林尼特。怎么了？八点有林尼。现在哦。八点。哇、哦，
这样吃了。对，很想直接这样吃。哦，我现在才看到，很久。谁啊？这是谁啊？嗯，做蓝色的吗？娜娜。啊，好啊，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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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我喜欢男生，全部人都复制他的话。我喜欢男生，喜欢男生也很好啊，我也喜欢男生，跟你一样。嗨，妮娜，你怎么还没睡？企鹅是贝果的，贝果都没有出来。可是我不喜欢贝果，我要跟贝果讲。可以，没关系，感情勉强不来。花切说他不喜欢贝果，哎。对啊。我昨天也失恋了，真的假的？喜欢男生有错吗？没有错啊，为什么会有错？我也喜欢男生，请支持唯一官配，哈哈。我喜欢运动型的帅哥，他是聪明理论型的，我喜欢这两个，我都可以，不是帅哥也可以。最好是有点宅宅的，因为我也宅宅的。最好是宅宅又可以出去运动，超麻烦。
马扎瑞拉，这样很正常不是吗？是很正常没错啦，只是我想要就是有点，可能我要切厚一点嘛，因为我看它切很厚。嗯哼。而且它其实没有放油，我只是怕会粘锅。室友可以唱火车快飞吗？对呀、啊。好啊，你唱。火车快飞，火车快飞，穿过高山，越过小溪。不止二楼几百里。不对，是不止跑了几百里。快到家里，快到家里，妈妈看见真欢喜。哇哇！自己拍拍手，帮自己拍拍手。好棒！好棒！帮自己拍拍手。海猫 host 你的啊，海，对，没关系，谢谢，耶，我好了，终于，所以我想要烤我的皮，自己烤到它上面有点微微的。褐色的感觉，嗯哼，这样就可以了。好，好棒！你被蒸汽啊、哦？你的哈欠，它好香哦！我刚喷到水，你的水喷到我的脸，真的蛮强的。没事没事。一两滴而已，对不起，蛮好笑。那个名模出狱，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好像那个头发会这样子，然后还要很慢这样子。对，然后就超美的，非常好。我这一整袋面粉都来自己自己的。你看到？我真的看不到。哦。不然你看我手机。我很努力在看，可是我看不到。不然你看我手机。音量唱也很棒，加起来是二，两个声线好像啊。哎，妮娜说我们两个声音很像。谢谢，谢谢，只要跟室友很像，就是棒的。他说他窄，他也运动。哇！我终于做好饭了。既然说我也运动也宅哦，可以，你们我都可以，好不好？啊，好 ，OK。什么？什么狗类？哪里？我不知道，我刚看到什么什么狗。白痴哦，你干嘛倒给我啊？你说什么？你刚刚说什么？你刚抖什么？我没有看到。你觉得我脚黏黏的？欧文，我刚刚也欧文。小心哦。差不多了。可是我刚刚已经把火关掉了，会不会？哦，你就坐在这边吃的啊？不然你不要，你放这边啊，你把那个放给别人。会烫吗？不会。哈哈哈！烧的很像，好像会烫，怕。我们就是要霸占整个桌子。生日快乐！我没有生日啊，我生日还没……哦，我生日已经过了。生日已经过了，已经过了。生日不行，生日没关系，有饭啊。看到你的路不会啊，好，你可以从那边吃，没关系。好，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马铃薯，这肉看起来超好吃的哎。是镜头拍不到那。对
哇，那就那可以看，等下我在家试，你就看到了。好 ，OK。OK， 你可以配我们这一家。嗯，好，我要直播室友吃饭的真实情景。看不到哦，没关系，看到了吧？看起来很好吃哦，哈哈哈。说什么不重要啦，小喜精灵竟然在做饭。企鹅7000004105008499917，一定是他的账号啊，白痴哦、喔。哎、欸，不对啊，邮局账号对不对？不是邮局的账号，邮局转账的那个对不对？白痴。我刚拿的东西说说看，有没有什么尖尖的，但是又细细长长的？刀子啊，那边有一只很尖，然后细的。啊，有，那条螃蟹，你要帮我看到。锅我不行，真假的？企鹅说的。是啊，是什么？真的假的？熟啦，那件熟，他写熟，对不起，那个太急了，帮你。收收的。这样我最垃圾，是我的错。没有，你可爱啦。他本来就长这样嘛，很俊俏。那个颜色，那个很淡淡。其实他还会再深一点，就是他们。那个肯德基卖的比自己它通常是就是上面是平的，就有点像是最圆形，然后圆柱子，它上面会刷，不知道是蛋液或什么之类，然后就会比较深。不过通常是这个颜色没错啦。接下来吃，因为我有做一个小的。室友卖萌，我可以。企鹅说的。好。我的丑丑的肉丸，元宵票的泡菜吗？好啦，你们真的要看我们吃饭吗？这样超怪的哎、欸。嗯。哟，嗨，谢谢 P。268827，你怎么都喜欢看这种？你听到什么？花妈的声音。黑黑的是什么？你说这个吗？肉丸。
牛番茄减肥圣品 ，OK， 一起吃啊。嗯，给你们看我的比斯吉。我先拿一颗给你们看。最近疯狂发福，真的假的？为什么？你是吃太少啊？过吗？我刚已经吃一堆了，然后我饭是这样子，还是你是说室友的饭量？哦，对不起，我是饭桶。我这里也有很多，我只有吃掉一半。我换锁，来吃肉。我也可以喝吗？我吃啊。粉丝。他说他以为那个饭是共识，就想会不会不够。嗯，不会啦。没有哦，我们就说是买的哦。这个是在这边买的，这边也这个也是在这边买的，碗也是在这边买的，我只有带筷子来而已。我们是在 IKEA 买的，因为比较就是，我们是顺便去逛，然后想说看有没有需要的锅碗瓢盆。好看又好用又便宜。
披萨，好好哦，你吃披萨。你吃什么口味的披萨啊，嘟嘟？嗨，嘟嘟。回国锅子怎么办哦？就看有没有要的啊，没有要的话就留在这边，要的话就带回去啊，或是可以把它寄回去。不怕不怕，我要偷吃它一个肉。哦，超好吃，然后妈妈的味道，超好吃。我下次也要学西游，我不要叫他煮好了，我怕会煮烂掉。有好多波还是四点。你叫暂停吗？对啊。嗨，恶魔鱼，肚子很饿是不是？超级海鲜宴加寿喜雪花牛，这是什么样的披萨啊？现在披萨怎么那么厉害？对啊。什么好霸气？卡莉是整个锅子吃哎、欸。你说什么东西锅子吃？你说这个吗？因为是有用锅子煮啊。速递给你们吗？不许它会坏掉。卡莉求外带，你说外带到你家吗？外带到你家吗？还是外带到台中？半成品路过，真假的？看一下。室友是把外套卷袖子卷上来，对啊，他不是穿短袖，他穿外套，好可爱哦。对啊，而且我有那个南瓜。没有啦，这个是室友，这是室友哦。
CJ， 对啊，他在看我们这一家。没有错啦。妮娜，我不会画，不会啊，你会画啦。你们画都比我厉害。如果室友直接给企鹅食丸，会不会是企鹅最后的晚餐？我应该会直接升天。你在公山爽，这整句话是企鹅讲的。不懂。室友说不懂。说什么我是被踩在地上碾的那种渣？才不是欸，明明就很厉害在那边。我可以偷偷拿我的照片，然后跟你说那是室友的照片，请你帮我画。超滑。我觉得冰好了。我觉得我今天吃好爽。不饱。不啊。烤鸡翅难吃。你要烤吗？他已经煮饭了，他也在热水。嗯，还在热水。还是你不要吃饭了，吃鸡翅啊？不是还有这个？对吧？我刚吃饭，再等一下。好、嗯。哦，恶魔鱼说，如果室友给企鹅食物，会不会是企鹅最后的晚餐？嗯、然后企鹅说，我应该会直接升天。白痴哦，很好笑呢，这个够滑稽。什么？我汤匙有够大吗？那当然，这样才可以以最快速度把最多的食物放进我的嘴巴里面啊。大汤匙，嗯，饭吃啊。都是一块肉。吃了，吃了，就吃了。好。别害羞。什么？凯莉该喂宠物了，可是没有胡萝卜了哎。告诉你他不吃，那不然你要吃什么？我喂你。还是你要准备吐出来？我买零食。你要吃饭吗？这样应该不够，我一口都这样。这超级快乐，不是很好吃哎、欸，你有放毒品的？没有。
那个美食节目是不是要抖啊？有，哎，这样子。要抖。好，我换个说法，你的嘴有够大。哎，没有，我嘴巴没有很大，好不好？再喝喝个汤。好好喝哦，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吃，真的很下饭。室友真的很棒，再偷喝，怎么？吃饭常常噎到，因为咬两下就吞了，太夸张了啦！你是狗狗吗？馋饮肉？对啊，这样子抖，我要选那个美食节目。吸毒会这样抖，是不是？嗨 ，Coco， Coco 安，我没有带到厨房啊，我今天做完了那个，面脏脏的。请问室友帮煮一顿要多少美金？不用啊，你给我材料就好了。室友说，哦对，你没有听到，算了，你没有听到吧？室友人最好。如果要我帮煮一顿的话，要大概我不知道多少美金，但是至少也要几万块台币吧，因为我会把厨房炸掉。对。所以这几万台币是要来修厨房的。把
帮我煮一顿不用钱了，有考虑吗？想吃，今天成功没炸掉厨房，是不是证明可以出嫁了？什么啦？什么？你说黑框男生吗？帮凯莉煮的话要两份食材。这是我刚刚那个烤出来的，有点丑，但是反正是我自己要吃。你看它会有那种，就是那个皮，那个就是面团的那个须须，好好玩哦。你知道公三小吗？我知道。对，就是长这个样子，有点丑，就是，对，就是有点丑，是还蛮丑的。不过就没关系啦，那怎么放比较好？正好啊，对，哒当。可是因为那个。我们的奶酪它还要很久，跟提拉米苏一样久。你吃这个啊？好，我吃这个，我吃一口看看啊，还有蜂蜜，可是这里蜂蜜是固体的。啊，跟你们介绍，我不小心脑波太弱买的东西。我刚刚跟室友去那个去买食材的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们要，因为我想要去买起司，所以我们就去了起司区。然后我找到我之前很喜欢吃的一个东西，可是我不知道它，哦，它是 cream cheese， 可是它是有那种口味的。然后我就买了，看得到吗？长这个样子，然后。它是巧克力口味的，不吃巧克力，可是我吃巧克力口味。对，吃起来很好吃耶，而且它可以直接挖，它挖起来就有点像优，就是我不太会讲，就是有优格的味道。好啦，然后我又脑波很弱，又买了这个 ricotta。它是念 ricotta 的，而且这种字就很想用意大利文念，是吗？要打折吗 ？ricotta， 乱念一通。然后我会买的原因是因为它这个是烤苹果跟肉桂口味的，超酷的哎、欸。很酷吧？你看它的那个图片，就是烤苹果跟肉桂棒。之后再试试看。好了，我要退下了。
元跟公共危险罪，你超坏的欸，可能要给三份食材，太夸张了啦，求室友帮助。好，我去跟他讲，室友有人需要，企鹅说求室友帮助。好，他说好，感觉好吃欸，好想吃，只有厨房没有烤箱。我懂，我懂你的感觉，我很想要播，就是播好看的样子，可是就是面包。嗯，差不多哎，好吃，不用干面，不用干蜂蜜也可以。对啊，肉桂跟苹果很合。室友住山洞吗？没有啦，因为外面快天黑了，然后因为室友站着，他比较高。生点火吧，来吃。你看室友开灯就比较亮了。你觉得放肚子里面不错吗？好好。好啦，今天就是这样子啊，那你们等到了比试题出来的样子了。好啦，现在已经很晚了，晚安小朋友们，睡觉哦，该睡了。有人说一片漆黑，跟我的人生一样。第一次看到有室友的台爱心，南瓜晚安。真的还蛮好吃的哎，我自己觉得啦，之后可以沾蜂蜜，可能要把蜂蜜拿去加热。好幸福哦，而且明天要吃烤鸡，觉得幸福。卡哥，
在工作了，我准备好了，嗨起来！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准备要关了。你也想吃烤鸡哦？走啊，一起去吃啊！某一年的圣诞节还是感恩节，我们有吃烤鸡耶。嗯。室友也有出来，你是没有又没有看到哎。那个好好吃，我把剩下的放在我的床头，放在我的棉被里面。热热吃最好吃了，爽啊！看。蚂蚁连蚂蚁都吃了，我那种吃蚂蚁，我不是食蚁兽。跨年的时候吃了一只。对啊，豆豆你飞太慢了啦。你收完电了，你下班了。对啊，我们这边没有什么蚂蚁。啊，啊，真假的？你的水管堵住哦。那现在嘞？现在还好吗？我来看一下有没有，因为我用手机看聊天室，所以我没办法看到那个人追随，有人追随吗？企鹅抖内说谢谢室友，心情都好起来了，这应该是抖给室友的吗？好，我会跟他讲的。谢谢，那我可以回报啊。我妈煮一个礼拜的早中晚餐好了。是，你有听到室友讲什么吗？室友说他要怎么回报你，不然他帮你煮一个礼拜的早中晚餐好了。什么？5488？他刚刚有抖呢，小屁孩。小屁孩，你很白痴哎、欸！你给我点什么啊？13亿分贝，你完蛋了！31.9分钟，我刚没有听到啊，真的有播吗？谢谢谢谢。话说室友只喜欢看我们这一家吗？应该说他吃饭的时候才会看我们这一家，他其他时间都不会。然后看我们这一家的时候，而且可以说看我们这一家只有
他就是只会做吃饭这件事情。对，娜娜晚安。好啦，你赶快去买个东西吃吧。晚安，娜娜晚安。吴姐，明天请水电工来。好。吴美早中晚，赞。企鹅说承担不起，因为你唱火车快飞，所以十美是给你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火车快飞。你要记得哦，你要记得哦，你要记一下有几美。火车快飞，火车快飞。那我要唱火车快飞，不要浪费钱了。企鹅说企鹅不要浪费钱啦。小时哎，我的电脑，它好那个哦，它今天对我真好。吃饭跟我们这一家化为等号了，真的。如果唱我们这一家的主题曲，不就可能会想吃饭吧。什么？你没有浪费，你平常省钱就是用在这个时候的。他说他平常省钱就是要懂来懂那个。内心的澎湃无法言语。室友说他内心澎湃无法言语。好，该唱一下了。你说我们这一家主题曲吗？嘿，室友已经在看了啊。还是你是说室友唱一下？香油钱怎么会浪费？供奉神明就对了。OK， 好，室友你要记得哦，你要写在你的本本上面。总共有多少？我不知道。我记得很久以前也有，可是我忘记是我对还是我忘记。我也忘记，可能是花开来看。还转一首歌，什么？两个都唱？你说唱什么？唱我们这一家吗？可是他现在已经在看我们这一家的那个了。记得说好像五美加十美加十美，这是25美。哇，有加数字的十美吗？还是没有？女神就是不一样。早饭现在来干嘛呢？可以继续玩游戏啊！继续玩。啊！我要继续玩接龙了。只会玩接龙，唯一支持新接龙。
选手没有啊，我超烂的，我每次都想很久，想史上酒，我先把这拿进去好了。你可以帮我搬两个吗？嗯。你可以帮我搬那两个吗？啊，还有刀子，你手够吗？谢谢。哎，拿进来。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吃饱。谢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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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